欢迎两家公司来参加我们公司最终的决标。相信标案内容大家都很清楚。经过我们公司内部开议的结果，隔标的是很会赚公司。相信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合作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总经理，不小心又隔标了，成了成了。走啊！苏组长，这次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吧？经理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案子对公司很重要。经理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好。秘书，秘书，秘书。是经理，资料没问题吧？还是，没问题。这次的案子对公司很重要哦。是，经理没问题，保证没有问题。哟，这不是卓经理吗？哎呀。朝您印堂发黑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请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。走到哪都遇到他们，这次不能再输了，走。Action。 苏组长，这一次的资料都准备好了，经理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案子对公司很重要。是经理，这我知道。Action。Action。 苏组长，这次的资料很重要哦。这个案子对公司非常的重要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经理，请放心，资料都已经准备好。好。
他是苏组长，这次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吧？经理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案子对公司很重要。经理没有问题，请放心。好。他，好。秘书，李秘书，是经理，是资料没问题吧？这次的案子对公司很重要哦。经理，没问题，保证没有问题。李秘书，是经理，资料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这次的案子对公司很重要哦。是经理，资料没问题，保证没有问题。卡。李秘书，是经理。资料没问题吧？还是这次的案子对公司很重要哦。是，经理没有问题，保证没有问题。他 ，OK， 行。李秘书，是经理，资料没问题吧？这次的案子对公司很重要哦。是，经理没有问题，保证没有问题。他，李秘书，是经理，资料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这次的案子对公司很重要哦。经理，没问题，这个案子保证没问题。他 ，OK。艾逊，哟，这不是左经理吗？哎呀，瞧您印堂发黑，脸色暗沉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。走到哪都遇到这种人。走。我没喊劝。哟，这不是左经理吗？哎呀，瞧你印堂发黑，脸色暗沉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。到哪都遇到这种人。走。他，哟，这不是左经理吗？哎呀，瞧您印堂发黑，脸色暗沉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请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。到哪里都遇到这种，这次不会再输他们了。我们走。他，哟，这不是左经理吗？哎呀，您看起来印堂发黑，脸色暗沉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请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。走到哪都遇到他们，这次不能再输了，我们走。他，哟，这不是左经理吗？哎呀，瞧您印堂发黑，脸色暗沉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请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。走到哪都遇到他们，这次不能再输了，我们走。
他哟，是不是左经理吗？哎呀，瞧您印堂发黑，脸色暗沉，顺拜乃兵家常事，请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呀、啊。走到哪都遇到他们，这次不能再输了，我们走。OK。艾逊，欢迎你在厂商来到，我跟基友拍戏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。艾逊。欢迎两家厂商来参加我们公司最终的决标。相信关于标案内容，大家都很清楚。经过我们公司内部开会的结果，隔标厂商是很会赚公司。相信以后我们会有机会合作的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小经理，不小心又得。艾逊，欢迎两家公司来参加我们公司最终的决标。相信标案内容大家都很清楚。经过我们公司内部开议的结果，隔标的是很会赚公司。相信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合作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总经理，不小心又隔标了，
成啊成啊成啊！哈哈哈 ！So what？ 走。卡。欢迎两家公司来参加我公司最终的决标。关于标案的内容，相信大家都很了解。经过我们公司内部开会，结果是有很贵的专公司得标，相信以后我们会有合作的机会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周经理，不小心就得标了，哎，承让承让承让。嗯，什么话？Action！ 欢迎两家厂商来参加我们公司最终的决标。经过我们公司内部开会，结果……啊，那个卡掉啊，我刚刚我挂掉了。欢迎两家厂商来参加我们公司最终的决标。关于标案内容，相信大家都很了解。经过我们公司内部开会，结果得标的厂商为很会专公司，相信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卓经理，不好意思，就得标了，行了。